排骨多现金，3块。嗯，那你这个肉呢？大概这个啊，这个10块钱哈。你这肉都是自己家养的还是自己养的？自己养的。那你家那你天天到这儿卖，你得养多少头猪？五十头。你家里有50头。你这是要下口还是下肥？啊，要肥的哈。那你这肥的怎么样？这个啊，这个花椒。来吧。你这个鸡肉多钱一斤啊？这样的？这种鸡肉是吧？啊，多少钱？17后边那种我炒。17一斤。这20，哎，那这个呢？啊，13块。啊，这个黑金反而便宜是吗？这是杂交的。杂交的啊。啊啊啊！这是杂交的13，这是土金17。那里边呢？你这葫芦是炒菜吃的吗？里边是什么？是什么瓜呀？就跟黄花一样，像冬瓜一样的。啊，这多少钱一斤啊？2元1斤啊。那这个我也要尝尝，炒葫芦。2块钱。这是什么菜啊？这个什么根？菜根，韭菜根。这韭菜根啊？是啊。啊，这怎么吃啊？这个啊，撇菜根，不是紫菜根。撇菜根。嗯啊，这个怎么吃啊？这个？这个啊，炒肉吃啊。啊，怎么吃都行。炒肉吃啊，就把这个切切就可以炒了。是啊。把根去掉。这个就是这个事儿，这个可以吃啊。啊，这个好吃啊，这个也好吃啊。啊，炒肉你跟把菜根一起炒着，炒牛肉也好吃啊。啊，这俩都能炒肉吃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卖多少钱一斤啊？多少钱一斤？这个多少钱？3块钱一斤是吧？反正也没什么浪费，是不是？没浪费的。啊，好吃吗？这个？好吃。啊，好鲜啊！啊，撇菜根哈。这是什么？党参。啊，这是党参呀。怎么要跟萝卜似的呀？啊，这就生着吃就行吗？煮汤。啊，嗯，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党参。啊。6块钱一斤是吧？啊，香菜有没有啊？香菜。哎，这个倒是，这是不是也是洗过的呀？那洗过，必须洗。拿什么洗的？啊，拿什么洗？拿水洗的。啊，搓一下，搓一下就行。这哪儿？哪什么地方长出来的？蟹头。6块钱一斤是吧？6块钱一斤。这个。啊，这是不是就是那叫什么泡椒？就这个，七彩椒，就是嫩的。这个。这是不是特别辣呀？这个不辣吗？啊，没辣啊。那这个怎么卖？这多少钱？10块钱一斤，七彩椒哈，10块钱一斤。啊，那我拿回家能放干了吗？对。啊，这就是嫩，就吃的就是这嫩点儿，嫩的哈。哎，这个叫什么菌呢？这个？眼啊，杀猪眼。听不清？您杀猪菌？杀猪菌？杀猪？杀啄？刷刷桌子？刷啄菌？啊，那这怎么吃啊？这个？啊，放辣椒，炒着吃。放辣椒炒好啊，放辣椒炒着吃了，好吃，好吃是吧？啊，哦，哎，这鲜的呀，刚采过来的。